情期间是停一段时间，完了这两天呢，我觉得天气特别好，又开春了，所以大家呢就出来吧，就是在这个松树底下、阳光底下就可以运动。在这之前心理压力还是蛮大的，就是还是蛮恐惧的，有一种恐惧感存在。现在呢慢慢等于说方方面面都让人感觉到，像出去买个东西啊什么，觉得样也都还是很方便的，没有像现在宣传的这种国外大家都在抢购啊什么的。